拟安全车已出动，减速，保持车距读数。虚拟安全车已出动。安全车快结束了，保持速度，等待绿旗。虚拟安全车结束，等待绿旗。可以了。下雨了，预计大约15分钟后。
多使用超车加速，该利用这些能量了。赛道上发生了一起事故，有很多散落的碎片，所幸工作人员已经设法及时将碎片清理干净，目前还没有出动安全车的计划。安全车，不要超车，减速。我们来了，注意保持你车距的数字，降低车速。我们的车距太低了，我们有被罚的危险，马上降低你的车速。慢一点，慢一点，你的车距读数为负，这意味着你太快了，降低车速。好，本圈结束时进站。
10到15分钟后可能会下雨。那是一次绝佳的进展，比我们预期的要快。你现在只有一次进展了。在本圈进展，明白，本圈进展。这圈有安全车，再次声明，这圈有安全车，注意车胎温度。记住，在时间线前不能进行超车，保持位置，等待绿旗。绿旗。对，我们需要通过这里。进行超车，进行超车。
DRS 已经激活 ，DRS 已经激活。安全车已派出，安全车已经派出，注意车距，确保你车距数字为正，我们这就赶过来。建议继续跟着安全车，我们轮胎状况还很好，进站可能会掉名次，没必要冒险。降低车速，我们的车距太低了，我们有被罚的危险，马上降低你的车速。现在我们没法让你进站，下一圈再进。可以按需随意调整 ERS 模式和多功能显示。这场小雨至少会下20分钟，可能更久。看来得冒雨比赛了。现在看起来，干胎是最合适的轮胎。我们选择的轮胎现在依然非常合适。
明白，我们会在本圈结束时让你进站。放心，伙计，完美的进展，看上去是个不错的进展时间，我们很高兴。进展策略完成，现在要用这些车胎坚持到比赛结束了。准备好之后的比赛，这一圈有安全车，你在加速的时候要记住，看到绿旗之前不能超车，这圈是安全车。裁判团现在禁止使用 DRS， 马上会关闭 DRS。我们落后前车2.0秒。现
压数据都显示为零。你看一下轮胎，如果还鼓着，就证明是数据异常，不用担心。再过不久，可能会下一阵子的小雨。跟前车的差距是1.9秒。
好的，和前车差距是3.5秒。电池电量高，我们多使用超车加速吧。和队友的领先时间差是12.9秒。这种天气你应付得来吗？我们在观察路面积水的情况，我们觉得眼下还是使用中性轮胎比较保险。那就在本圈进站吧，在本圈结束时进站。12位，我们在第12位，他们还在用旧的半鱼台，他们还在用旧的半鱼台，距离头车还有20.6秒。刚才是你的最后一次进站，之后不能再安排进站了，剩下8圈。还会越下越大，至少15分钟。轮胎状况看上去还是很好。我们跟前车的差距是5.6秒。全体注意，安全车已出动，注意车距，我们需要保持车距为正，
才能避免被罚。慢一点，保持车距为正数。好了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你的车距读数为负，这意味着你太快了，降低车速。好，本圈结束时进站。降低车速，我们的车距太低了，我们有被罚的危险，马上降低你的车速。伙计，你和工作人员干得很完美，我们感到欢欣鼓舞。好的，保持车速，我们要和前车保持实车距离。
这圈有安全车，再次声明，这圈有安全车，注意车胎温度，记住，在时间线前不能进行超车，保持位置，等待绿旗。也看上去都好。我们备用能量充足，使用你的超车加速吧。绿旗，最后一圈了，本次比赛的最后一圈。